韩国女艺人崔雪莉自杀身亡后，其前男友崔子在社交平台遭到了一些网民的恶意攻击。崔子在2015年至2017年期间与崔雪莉交往，这成为了部分网民将崔雪莉之死迁怒到她身上的理由。目前崔子的 SNS 上随处可见“是你破坏了崔雪莉幼小的灵魂”等攻击她的言论。对于网上的恶意攻击，崔子没有做任何回复。